大家好，我是阿龙，我是小明。上个月我们做了一期世界级音乐复刻百变小樱，没想到大家反响那么热烈，刚过200,000播放的时候就几千条弹幕了。所以这个礼拜我们继续给大家带来一首小樱在透明牌的片头曲，如果大家觉得好听的话，一定要把粉色的好听打在公屏上哦。Thank you.